由顶爷李嘉鼎和谭玉英主持的《大爷厨房》已经来到第五季。顶爷还透露，这次的菜色难度提高了不少。而讲到顶爷旗下的餐厅，他就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生意下滑了不少。生意是很惨，真的，说真的，每一家都很惨。就希望那个疫情啊快点过去了。对，要不然我不晓得撑得了哪个时候。对，那有没有新的这新的方法可以就是外卖啦。好像我们都有那个海鲜。对，也跟那个客人他要的，我跟他配料，大概煮多少时间，要分时给他们小的，你们家庭那个火，跟那个锅的小一点。比如讲我们蒸那个鱼，我们的在公司10分钟，你在家大概12分钟了。对，要不然都生了。你要跟那客人说清楚，还写给他那个什么菜，要多少时间，那个配料哪个先哪个后，说清楚给他们。他们这个很开心。但是谈现在会不会做生意呢？饮食方面，我跟你我代理，他从来不干的。吃的可以，对，煮的还可以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只是爱吃爱喝，我不爱做，压力太大。对，不是我的兴趣。兴趣，我的兴趣就是吃，就是吃。